有四个入口，看来这个张峰有所隐瞒啊，没有交实底儿。这四个入口哪个才是真的呀？那无非就是一条一条找嘛，又没有别的办法。不行，我们人太多了，一起走定会被发现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分开行动，一人一条路。不可，分开走太危险了，若是出了事，相救都来不及。 可是我们四个一起行动的话，万一被发现，就是一网打尽啊！哎呀，我哥教过我怎么做这个若虫散，如果人吸食的话，会立即昏迷，关键时候可以用得上。哦，刘金，你拿着这个。哼，但是关键时候还是得跑啊，记住了。那好吧，记清楚路线，两个时辰搜查未果，便原路返回，走吧。 小七，万不可逞强。好，你放心吧。 丫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没有发现吗？这些路都是通的，这里就是个大迷宫。啊，怪不得这里的路那么绕呢。他们把我们引进来以后，是为了方便劫杀。我们小心点儿。哎，嗯，我来保护你。 赶紧跑！快！我哥哥。
这些杀手刺杀我们的时候，并不想发出太大的声响，应该是怕同伴听到，赶来救援，暴露他们聚集的地方。看来张峰是想将我们逐个击破。张峰被捕后，暗花组织依然存在，说明张峰背后还有领头人。我们要速速与小区他们会合，走。时间了，快走吧。啊，终于水都醒了。展大哥，小青，你没事吧？救出来了。对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他们汇合了，一起阻杀。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这边，快！哎，坐。不好，死路一条。开路，我们一起冲出去。好，小心，赶紧走吧。只要把这些地图还原了，就能知道赃款在哪儿了。快走，石室有他了。等会儿，线索就在眼前，我们不能错过。需要多久？给我点时间。辽国，快走！师兄。